世界歌坛好手，全国语文竞赛，全国辩论竞赛，不同波长的光会有不同的折射率，六十耳顺，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粒粒坎由低实验。现实里面读书根本就不是一切。好，来下面一位，最后总冠军除了平常的奖金之外，外加10万块奖金，财富自由哦！我也很想要得到财富自由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